原始点医学完整版，张昭翰医师著，2021年11月出版发行。一、理论篇。一、原始点医学。原始点医学示意图。医学包括理论与临床，临床包括诊断与治疗，治疗包括医疗与保健，其目的则是为了解决疾病。原始点医学在理论上为了阐明疾病由来，设定疾病与衰老为果，体伤及热能不足为因，按推热源，适当运动，充分休息，良好心态为源。并在临床上通过观察症状，用上述之源从因处理，以达到有病可保命及疗愈疾病，无病可抗老增寿，预防疾病。其中观察症状属诊断，按推属医疗，其余治疗方法则属保健。